他跟我说我还记得他，然后他说你才要记得我吗？我说怎么可能，谁会把你忘记？只怕你把我忘记。对啊，我刚刚说期待今天打学打，对啊，然后就是我就问他当时几岁，他说他那时候19，然后说我那时候20。那时候我们都还很年轻，现在然后他也结婚生小孩了，大家都蛮享受。